好，那我再次就练习这个街头上的采访吧。最后一个人是应该是哦，对，好，练到这儿，的人一起去帮助，比如说帮助，成立一些至什少么机构啊，等等类似的等类吧。似的，你希望你的你希望就是你你就是最你理最想的理身体健康的状健态康是的什么状样态的？是什么样就的？是就是没有疾没有病疾病了，了，然后就然后是就是身体素质就素比较质比好一较点，然后身就是你最理想的身体健康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就是没有疾没病有了，疾病然了，后然后就是身体素质就。身体素质就比较好就一比较点，好一然后点，身然材后匀身称材嘛。匀称呐、啊，最理想的身体健康的状态是什么状样的？什么呢？就是是没有疾没有病疾了，病然了，后就然后是就身是体素质就素比较质就好比一较点，好一点，然后身然后材身匀材称嘛。匀称，匀称嘛。我觉得首先很奇怪，他们用骂，所以就是骂也不是一个叫什么问号、问句，而且是一个。啊，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反正只是一个普通句子。好，那我记下来这个语训。好的，继续。也不是也说，不是说非得要非得有要什么肌有肉什什么么肌肉的。我什觉么得的，健康匀我称就健好康匀了。对，称你指的匀你称只是匀什么称样的那就跟我现在一就样跟就我可现以了。你现在已经就很满意了，对，是不现在是？是在就是在再多运动一下运动吧，一平下常吧，没什么，平常有事没就什多么锻就炼一下多嘛。锻炼一下。对，你们不能再跟我现在一样就可以就你现在已经很满意。硬了对，是不是？就是在就是再多运动一多下运吧，动一平下常没吧，什么事，平常没什么对，事就多就锻炼一下锻嘛。炼一下。对，哦，你们不能在这拍摄了。拍摄又哦，奇怪的，不能在这吗？不能在为什么？这是上面说的，你们没有申请。你们没有申请？哇，最基本的就是。哼，奇怪的，一最个基本就是自己的一个生一活个状态一个生活状要好一态点，然后要身体好一素点，然后质，身体然素后质，就然后是就是自己的身自己材身就材不要就那么不肥那么胖肥了，胖就是匀称一点就是匀点了。称我没有说没歧视有没有肥胖的意歧视思，肥胖的意只是说我思，自己这是是我这是比较我喜欢自己比较喜匀欢称一比点的较那匀种，称然一点那后种，然后就是就是每天每多天跑多跑步跑嘛，锻步炼嘛，一下，锻炼一嘛，下嘛，然后然如果我后个子再如高果一点个就子比较高一好点一点。就是我再重新。比较喜欢比较匀称一点的匀那称种，然一点的后那种，就是每天就是多每跑天跑步跑嘛，跑步锻嘛，炼一锻下炼嘛。一下然嘛，后然如后果我如个子果再高个一子点再就比高较一好点一点。就比较好一点。我再重新我问重一下新问你，一你下，希望你你有希多望你高？有多高？1.75米的样子。就我刚吧。刚也问到其你，实我刚刚就是个子不。然后如果我个子再高一点就比较好一点。我再重我再新重问一新下问你，一下，你希望你你有希望多你有高？多高？1.75米的样子其实我刚刚也其实问我到刚刚你，也就问是到你，个子就不是高的个子男不高生的男会生不会会不会碰到一些碰困到一些难？困难？其实也还其实也好，还我好，觉得我没真有的没说有说其其他的什他么什意么思，我意只思，是觉得我只是理觉得想当理中的想嘛。当中，其实我现在我觉其得实也我挺现好在的也觉啊，然得也后。挺好的。然后，其实你其实想一下，你还有很想一下，多人，还有很天多生就人，有天残疾生什么就，的。其实我其他的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理想当中的嘛。其实理我想，现在我觉得也挺好的啊，然后然后会碰到一些困难。其实也还其实也好，还我好，觉得我觉没得有说没有说其他其的什他么什意么思，意我思，只是觉我得只是觉得理理想想当当中中的的嘛。嘛。其实我现其实在我我觉觉得得也也挺挺好好的的，也啊，挺然好的后呀。然后其其实实你你想想一下，还有很还多人有天很天多生人就天有生残就疾有残什疾么什的。么其实的，我觉得只就要是健我康觉就得既要健好康了，就那个只是一个那个只愿是望了，其实没一有个也没愿望，有其什实么。没有也没有什因么，为我这样因为问我也是现在有没原有因的，就是我之前也有做就过是一些没街访，做过一些很多女孩问。我但问很多到女孩很子多喜欢女什孩么样的子喜男欢生，什他么样们的都男说生，希望他们个都子希高望的。个子高那你的，在对这一对，方面有那没你有？对，那你在这一方面说碰有到没有过说碰人家到觉得过人家你觉得好你像好像不够他不过理他想理的想身的高？身高？看人吧，看我人觉得吧，有我觉的人得他觉有得没有你人啊？我觉得这个看人看人吧，看人。
好像看性格跟他还挺合的了，自己的身材就不要那么肥胖了，就是匀称一点了。我没有说歧视肥胖的意思，只是说我自己是他的什么意思，我这样问也是有原因的。我之前也有做过一些街访，很多女孩问到很多女孩子喜欢什么样的男生，他们都说希望个子高的。那你在这一方面有没有说碰到过人家觉得你好像不够他理想的身高？身高看人吧，看人吧。我觉得有的人他觉得你，他觉得性格跟他还挺合，他还挺合得来的。然后。生活生活那个方式上面，其他的我觉得还行吧。如果是真的爱的话，如果是真的爱，我觉得应该不会在乎个子。假如说你很有钱，很有钱之后，你会想要做什么？想要做什么？环游世界。环游世界。OK， 打到5分钟 ，OK， 可以的。